学生时代大家都穿着丑丑的校服，留着朴素的发型。但那些颜值高的同学却格外亮眼。他们在人群中闪闪发光，用实力证明时尚的完成度靠的是脸。最近有一名叫李奇凯的男孩红遍网路，他的一张穿着校服的照片引发疯传。照片中的他戴着耳机，面无表情看向镜头。精致的五官让网友直呼，这绝对是校草的标准贴的。实心向下三角，李奇凯本身长得帅气，身材高挑，不管什么风格的衣服都能驾驭，运动风、简约的韩系风格等等，他穿起来都很好看。他的时尚品味很不错，私下的穿搭也很棒。实心向下三角，李奇凯是标准的高富帅，不仅长得好看，家境还很好。他经常在微博上 po 跑车之类的照片，身上的衣服看起来简单，价格却不便宜。实心向下三角，他还很喜欢小动物，经常分享猫咪、狗狗的萌照，可见很有爱心。实心向下三角，不过这位大帅哥已经名草有主了，他的女朋友叫周怡如，两人从学生时期开始交往。经常在社群软体上 po 合照放闪，只要他们同框，浪漫的粉红色泡泡似乎就围绕在他们周围。李奇凯会帮女友绑鞋带，带女友去夹娃娃，两人相处的日常就像偶像剧中的场景。实心向下三角，李奇凯在网络上有不少粉丝，有公司邀请他当艺人，但他都拒绝了。他的计划是先完成学业，跟女友低调生活。这么低调踏实的帅哥实在少见，祝福他跟女朋友能一直一直这么幸福啊 Tilda。